9月19日，张子枫现身上海机场，这次的打扮包裹得很严实，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冷了吧。她一身黑衣黑裤，男友风十足，脖子上挂着耳机，踩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，头上戴着蓝色的渔夫帽，走路的时候都是低着头，真的很低调。笑眼弯弯的少女，模样真是太甜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